早在大学读书时，我已经在校外英语培训学校挑大梁。也就是在这时，机缘巧合认识了正在备考雅思、准备出国留学的一位考生。两年后，他远赴澳洲求学，我独自一人留在上海，因此一段长达四年的跨国恋就此开始。毕业后，一张机票登上了飞往墨尔本的飞机。结婚十周年，携手创业八年，从苦留学生到企业经营者，我们彼此配合，取长补短，在每次看似无法度过的难关最当口，促膝取暖，试过之后也一样可以谈笑风生，潇洒释然。我自认为自己是螺旋桨，就当不了飞行员，他本就是掌舵人，我便心甘情愿做扬帆者。每次澎湃演讲过后，回看某个角落，他就在那里，坚定温暖。